今年普渡期间是对八月十一号到九月九号，为避免大量燃烧纸钱，产生着空气污染，甚至是消防安全问题。嘉义市环保推出纸钱集中烧，以粮代金和以工代金的环保措施，欢迎民众多多配合响应。农历七月份是普渡期间，未少民众拢会祭拜大量焚烧纸钱。但是，嘉义市政环保局统计，每公吨纸钱燃烧之后，会产生1.5公吨的二氧化碳，甲11公斤的悬浮微粒，而且细悬浮微粒 PM2.5 也包括在其中，造成空气污染问题。而为了降低空气污染，嘉义市政环保局推出纸钱集中烧、以粮代金以及以工代金的环保措施，欢迎民众多多配合响应。嘉义市环保局呼吁我们市民可以到寺庙去做联合普渡，那这样子的话既方便那又快速。那如果是在自己家里或是社区大楼做普渡的话，那我们也是鼓励说可以透过纸钱集中烧的一个措施，那让这个环保局来帮大家收集这些纸钱，那来做一个处理。除此之外的话，也可以透过响应以工代金，好，那把这些本来要购买这些祭祀的经费，那用在捐款，捐给慈善团体去做善事。响应以工代金真简单，民众会使透过便利超商系统，将买纸钱的钱捐到创世基金会、家父基金会、嘉义市脑性麻痹协会以及嘉义兴善团来帮助弱势族群。除了以工代金以外，也会使响应以粮代金。嘉义城隍庙计划选地上安，为9月10号起提供1300份金纸造型的金米，提供民众拜拜。环保局希望透过三项措施，让民众除了祭拜以外，也可以为环保尽一份心力。新闻台记者蔡宏报道。